过港隧道旗津堤丁呐。隧道就是海底隧道。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，就是要划分彼此的领域。什么意思呢？例如说，好，今天你可能走进一家店要买东西，哎，结果你发现这个店员的态度啊，好像不是很好，他感觉呢口气很不耐烦，东西也都用丢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身为消费者的你，有点像是心理学家阿德勒他所说的客体分离。他说呢，所有的烦恼都是人际关系的烦恼，这是他的名言。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道理。所以客体分离呢，就是说，你要去区分说什么是别人的问题，什么是你。哦，我叫是基丁哦，基金二路哦，哎呦，因为生活技能哦，高勇。这是他们的家咯，哦，这基丁的海岸公园哦，有够大的啦，你无材料行啦，爱顶爱坐个，坐迄个三轮车啊，你看要叫人甲你载，还是你要家己要拉，啊拢会使，哦，啊，这足快，迄真正迄无法度。套海滨整个哈、哦，这个公园真的很大很大，如果有来这边的话哈、哦，啊，一定要那个哦，租那个脚踏车哈、哦，啊，来那个游这个海岸公园，太大了，啊，这边呢啊，很多寺庙，哦，啊，这个里面哈、哦，它、啊、后面这边都是老街哦，老街那个旧的房子都还有些。都还在，哦、海边公园、海岸公园，哦，这公园呢，哦，基丁海岸公园呢，这么大，啊、整个、啊、那开车就已经那个要开很久了，哎呀，这个来这边哦，一定要哦晚上一天，很长。从来没看过那个公园有这么大的公园。道沙洲酒店，这间哇那真大间哦，玻璃屋呢。来来来，讲话。好啦，
外边啊，遮拢有迄个摊贩，哦，遮较闹热啊。哦，遮较有一个广场。整座那个河滨公园哦，到这边哦，啊一样，嗯，海岸公园，到这边，苏公坟岩，哦，这一家就比较大间一点，嗯，手机配件，哦，都有标价呢。哦，这条是美食街哦。这个房子盖得很漂亮，哦，这间吃那个海产的，嗯，带新鲜吃看看，阿先生那边呢？哦，小蛋饺我见，阿来带那种菜单，好，好。这哦，那吃海产，嗯，哦，那乌龙，一大块哦。哦，大海量。哦，这。乌鱼子呢？哦，你头一摆看到安尼，一赞哦吼！啊，过来一边看。几只？哇，钓起来了！几只我要起来了！啊，哦。啊！要喷水呢！哎呀，啊喷在我下海啦！哇！哎呀呀！哦，这只真歹哦，这只。哎，我较等下要食这只哦。啊，一半做沙司面。哎，啊一半做啊抽龙，哎龙虾血。哦，这只我诶，哦，阿姨这只嘛有迄落咯，啊，这什么？这间生意袂歹哦，哎呀，间生意好，哦，较侪物件，嘿，我等较等再来食。胖的哦，好一些。弄个牛轧糖嘞，那个牛轧糖。等你煮好哦，我来吃小个行行的。那可能假日较侪人，平常时也较少人。
吃了敢那因的观光市集啊呢，吼。我讲吼，来遮都是爱食古早味的迄个番茄吼、哦，切盘加酱啊。嗯，我、哦、这独家的哦。哇，啊、一间七百斤啊，生意真好。哦，这条美食街嘛，真远哦，真长哦。我吃嘛，搁一间庙啊，哦，而且哦，还下港遮哦，还庙啊，吼，特别多。哦，啊，这庙啊，搁较，哦，这新起的啦。哦，我这去嘛，敢那是呢，吼、哦，这老家的菜市啊、嗯。哦，啊，搁有迄啰灯塔炮台，啊，等来往这边过。啊，车有通好租，哎，租车。哦，啊，这机顶啊嘞，装卡看起来嘛，真正嘛足闹热的，吼、哦，啊，这马祖牛羊，吼、哦，啊，一般迄啰海边啊，拢是马祖牛羊。这菜市啊，这要搁行去搁一站哩，嘿。先来吃两回再搁讲啊。我这严哥，哦，烤象巴，哦，这芦荟。这些小笼包看起来很好吃，啊，这里有一个停车场啊，这个免费啦，啊，以为要费用，要开进去要开出来，免费。对面就是那个海岸公园，啊，这里哈、哦，
哎，这里有个酒店啊，这个有一个商店街，哦，你看这个你也没看过，什么蔡燕，高大的燕。内行的才知道，这个是商店街啊，这个卖了好多酒，水果醋啊。来这边大部分都海产比较多，很多海产，玲珑满目，一大堆都是海产。全部都是海产的产品。哦，这个整个呢，都用腌的。整个海岸公园哦，它长达好几公里。这个是叫做旗后观光市场，美旗啊，旗后观光市场啊。走过旁边是个菜市场，
我们走过去这边就是他们的生活机能那房子也都盖新的，好多庙，这边有一个庙，这里也是庙。千岁，诸侯千岁，这里也有一个停车场。这巷啊底，迄个较大条，啊，行这巷啊底试看卖下哩。哦，啊，这嘛搁一间庙啊。行入去，唔知有路通要出去无？早拢是这样，行啊底，回味一下，行啊底。出去拢有通大路，这是先圣宫，澎湖啊，再过一支古早的澎湖啊，一间都久啊，一间，这阿土级的。哇，这间真的是房子厝呢，这巷仔底。这个是真正老家，这行啊地要卖。在香菇肉片啊，这原来是阿妈级的，
这间搁较久，好、哦，这真正是阮的阿妈住的，好啊。这就是迄个基丁菜市啊，哦，啊，这即马算讲中昼啊过啊吼，啊，都大家拢安尼收摊吼。哦，这古早式的吼，啊，真正咧真功夫的煎包，啊，这就是基丁吼菜市啊。啊，较头前遐讲有一个港口，迄个地船。即马散市啊啦，哎，伊就无安尼济人吼、哦、买物件。哦，啊，这都是因个菜市啊，嘛算一个小市集啦，吼、哦。哦，中洲三路。拢收摊，拢叫去。哦，做地种物件吼。迄、那个菜市啊，都安尼尔啦。头前啊，条街欢的吼，啊，他拄啊，就是迄食海产迄条，迄条就是吼，啊，头前食一条。算讲，迄规阵坐游览车的啦，迄个介绍。哦，啊，咱大多啊吼，都是行这条，哦，这条，大多啊，这条行起来。他们说是在往前面。啊，这阵拢少年啊，这嘛是。哦，姜汁番茄哦，啊，人家讲因的特产就是姜汁番茄。哦，徐丁美金。平湖啦，哎，平湖味的，哎，啊，讲渡船头伫个头前，啊，这是啥物物件？一桶咧卖，有咧四轮车啊，哦，三轮车啊拢有啦，啊，我都买，通去租。1300块啦，哎，2点钟哦，4×5=300，迄是一天还是迄落个？
哎、欸，哦，哎，那要早早再来研究，哎、欸。哦，啊，看到港啊，哦，港就伫个车。哦，啊，像这個。这大哥这三轮车就是哦，载你去游啦，哎，伊载你坐啦，啊你唔免搭啊，哎呀，咧敢那迄啰，哦，啊早期的较早拢骑脚踏车的，哦，咧载人客安尼，嗯，哦，啊只派出所嘛伫遮，啊咱只基丁哦，啊，轮渡站。我遮拢租车个较侪，看它的海岸公园哦，从头我把它开到尾哦，很长，嗯。
光是从那个旗津那个哦码头那边哦，直接要开到这边了，5分钟了，才开到一半而已啊。看这个海岸线看多大，哦，这个还要过去。我们现在哈、哦、有到这个哈、哦，这个鱼市哦，哦，这个大楼是整个是叫做鱼市，我们进去里面哦，看看。这个怎么是行政中心？进入大楼请佩戴口罩。好，请填写个资料。好，这边这间不是鱼市场啦，是迄个高雄市的那个旗津哦行政中心啦，这整个大楼都是行政中心啦。那鱼市场要再过去。
先给点赞。哎，给他，让他。有一个桥也可以过去啊，哦，那对面看起来是热闹热闹的。难得夫妻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啊，哦，有一个 seven 这样子，这个好像不能进去，要从那个那咖啡厅的。哎，可以进来的。哦，我以为没什么，啊，结果里面还是有了。还是有一些美食区，嗯，哦，这些美食的产品，这个好像都是新的，哦，累了可以在这边，哦，包庇式的按摩，哦，这里有眼穿呢，嗯，哦，十种口味，鱼啊冰。哦，这个都现在都新的店，哦，千层饼就是这长这样子，一些新的产品。哦，那些伴手礼那个是。哦，服务区都有。哦，很多种，都不晓得要买哪一种，太多种了。哦，这个服务区也真的很新。嗯，连在地上都跑马。跑马灯，很新，很舒服。啊，这边是。哦，也是卖卖吃的啊，饮，哦，料 ，seven， 这边还有，嗯，不要错过了。
哦，这个是香油的哦，买五送一。你好，我们买二送一哦。哦，那是买二送一的。哦，他那个后面有，可以在这边休闲呢。有个平台，可以坐着喝咖啡，休闲。